我生日快乐！真的要转台是不是？但是我有很多惊喜耶！那要调笑的脸。抱歉啊，万圣节快乐！不给糖就捣蛋。嗨看到我眼球啊？这样不会流口水吗？不会啊，干嘛流口水？拨个头发。嗨，今天是万圣节，然后呢，应景一下办个万圣节活动。我要说不懂哦，不懂那就捣蛋。不是保鲜膜，不是保鲜膜，不是，这不是保鲜膜。而且我呼气会有那个雾。好，算了，不要理我。刚刚多久啊？这很快啊，这没有很久啊。这个鬼，我可以。不给糖就捣蛋，哎，不是，不抖内就捣蛋。我开玩笑的，看我的脸又歪了。今天是万圣节啊，要应景庆祝一下万圣节。I wanna play a game. 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已经被我吓死了，觉得诡异。不是啊，这不是化妆，我没那么厉害。我现在好像克罗萨大人，我的脸歪了。啊！那今天为了要庆祝万圣节呢，所以就扮了一下。不知道是不是吸血鬼的吸血鬼。然后今天要玩那个恐怖解压 RPG， 就现在大家荧幕上看到的。我如果真的这样子开台玩游戏的话，我是觉得我蛮累的啦。对啊，这是面具。万圣节快乐！感觉好像没违和啊，我本来就长这样啊。今天凯凯会一直叫，因为我回到高雄老家，声音很多，他就一直叫。刚叫就被吓到，耶，成功了！不收钱。不会啊，不会很难呼吸啊，卡呢。卡都不认识我了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应景一下庆祝万圣节。你还是卸妆吧，鬼。这有办法傻眼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你们看到我眼球吧？傻眼！哦，我面具又歪了，东海那里有吧？有吧？有傻眼吧？感觉面具里面都是雾气，对。我只要呼吸就会有雾气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，这样还是万圣节啊。不然我要扮梅亚酪奶吗？没有的。这个沙眼可以吧，我的眼球应该往上掉吧，因为它有点卡到我的眼睛。傻眼！好了，反正今天就是应景嘛，庆祝一下万圣节啊！你打开我后面就被吓到，厉害！
然后这个是有点类似吸血鬼的装扮，那种感觉。这个是银头姐吗？不是。嗨，哎，不是。喂。我换另外一个口气。哎，其实我真的蛮热的，哎，说实话，我真的蛮热的。啊，我都快要流汗了。好啦，其实不止这样，我今天又其实我准备了很多道具可以换来换去，那这个只是第一个道具，我应该是不会用这个道具一直玩到最后吧，不然我会很累，会无法呼吸，节目效果太足。谢谢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跟 Van Helsing 战斗留下来的伤疤。你好。我在用笑声啊，不行，他在卡到我眼球啊。那我要换第二个造型了，因为这个我其实蛮累的，大家等我一下。为什么？第一个造型就是妆很浓的样子，我眼睛有点糊糊的。运气很猛，对，这个是艾黛尔的新歌，有啊，可是我觉得跟他之前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哎，我有画不一样的妆哎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看一下。对呀，瞬间变酒店老妹，现在是面具吗？不是，头发有点油，你看错了。眉毛不一样，眉毛其实一样，眼袋变，对，脸蛋。因为我不太会化特殊化妆，不然很恐怖，所以把妆化的比较邪魅一点，可以再补强一下。后面好乱，后面明明就很整齐。只有是用这个口红来画我的下眼下眼线。哎，痘疤要遮一下，痘疤不用遮啦，吸血鬼会有痘疤啊。哎，我没有画底妆，我只有画脸而已。我的底妆是素颜，好吗？我只有画眼睛跟嘴巴哦，因为我懒惰哦。其实有点热，然后我还没用完。这个披风的出场时间就这样结束了，先把它脱下来，换另外一个。啊，完蛋，打结了。完蛋！哎呀！那个是，它图片看不是长这样，可是食品拿起来就长这样。
他图片，你觉得很糗？嗯，后面还有一个人，小尾巴，看那小尾巴啊。他图片看起来比较帅气一点，可是不知道什么，我不知道什么，就是他食品这么可爱。又有外国人，而且好像知道胜利，谁呀？嗨，你们看尾巴吗？尾巴挑衅你，尾巴挑衅你，啊，算了，可以傻眼一下啊，拜托，好啊，傻眼，爱破音。图片上是小恶魔啊，可是他的小恶魔很跟食品有点不太一样。有吸血鬼假牙，有啊，我有买，可是吸血鬼假牙很老塞。好啦，总之呢，今天就是万圣节，那就开一个台应景一下。嗯，其实我没有，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有办过很多 party 啊，然后什么圣诞趴啊，然后什么特殊变装趴啊，什么有没的。唯一没有玩过就是万圣节趴，啊，面具掉了。唯一没有玩过就是万圣节趴，嗯，到现在也都还没玩过，所以开台自嗨一下，嗨。什么老屋？是小恶魔。好啦，这边就祝大家万圣节快乐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也是一。